老子博世哥神父吊你老母臭花起鸭白龙珠与老黎石雀仔半日安何经凡衰仔西宫琴刘明硬神童飞九斗香港八和子弟在中华民国51年9月16日礼拜日为台风温带跳臭气集港筹款义演时唱捻过的一段风雨一平机的录音中间加捻够了些小神童飞的介绍添加。想唔想富贵？想！你哋想唔想富贵？想就要出下计仔啦！我串通个匈奴王，夺取汉室嘅帝位，经以兵困此京城，不久全城就要推位啊！你哋要宣传。话平基系魔鬼，迷惑住君王，只令到朝纲已尽废。等啲陆军恨平基，个个唔肯嚟护卫。如果得成功，封你哋做皇位啊！快啲出去播谣言啦、啊！依照我嘅妙计。依照我的妙计啊！徐田太太1000元。当日呢在过到那时候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夜晚的8点几钟的了。那8点几钟的时候呢善款的数字呢是超过了123000多元。那在当时的123000多元呢已经是不少东西的了。不过呢仍然是再接再厉，我们仍然会加倍努力，一路呢是继续这样踊跃这样去呼吁，而人家呢亦都是踊跃这样捐书的。那请继续呢收听风雨一平机呢。
款嘅总额咧，到八点钟为。嗱，咁啊，听紧余丽珍咧，咁听紧余丽珍咧，就想起上海妹啦。有人话上海妹呢位花旦王咧，就佢嘅继后人啊，系分开咗几边噶噃。咁啊，点解呢咁？他说有一部分呢就是余丽珍，有一部分呢就是罗丽娟，有一部分呢就是邓碧云。那么变成呢这三位呢就是承继了上海妹这个花旦王的艺术。那么其实呢这三位呢也都是有自己别出一格的艺术风格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听着余丽珍小姐唱的一段主题曲呢，你就会觉得她自己呢是另外有一套韵味的了。请继续欣赏呢。
世世见得迷迷冷落地呀、啊、花难尽那计怕听到见一滴血在于之上爱一提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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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夜色凄深啊上系举步入柳园找寻怎咩边街丽呀、啊啊啊不知你何故魂都在园中，而且你的形容又颓萎呀、啊！主上，不过我一时头晕跌倒啫，我而家都仲觉得意乱神迷。哎呀，你冇事啊嘛？非止你六啊！花颜朝一睡，无日不分你愿，只提呀、啊，歌王爱美呀、啊、人。你日夜不离离，另一把那潮啊阿、啊、公，虚伪歌仲有问，点啊阿、啊、情？你唯有千般的恨，何以你有恨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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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妃子啊，你一定有无限恩宠，你应对孤名言一切唉，主上、啊、主上你成日闭闭都冇咁闭呀，咩事啊？匈奴经已攻下马城西、啊、全无抵抗，京城都经已被包围，将士三军个个都唔肯执波护卫啊！有啲咁嘅事，赖咗平基将君王迷惑，哎呀，立心太愧，个个仲话佢系和水啊美人，又话佢系汉家嘅魔华鬼。瑞卿麻雀馆同仁，咁刚才咧听到石燕子先生出嚟嘅一段主题曲咧。亦都系知道佢唱功非常之了得，而且呢佢喺打脱手嗰方面呢亦系有非常独特嘅独步单方嘅，可以话呢一个人呢喺台上啊打成个钟头嘢呢
系气都唔使唞嘅，不论打脱手又好，唱又好，打一轮唱一轮，有几出戏呢？可以讲得话系全行无出其右嘅。咁啊，我哋唱到嗰阵时啊，当日嘅善款数字呢，已经系达到咗133,666啦。咁啊，即系话比前一支歌呢多咗10,000+噶。咁啊，喺嗰时嘅善款数字嘅上升呢，已经系算非常之快速噶啦。好啦，请各位继续收听《风雨一平机》。哎呀，主上，将军话病在心就病在肺，成日都见心翳，无力去执枪。请万岁你猜过第二位喎？啊！猜过第二位，将军佢数忠良，何以一旦就为推诿呢？尚有百眉郎，佢年少兼英慧，国丈你快传令，叫佢嚟入宫中，代孤王亲自为勉励，为勉励。君王有旨，百眉郎上殿。还说昔日召臣入宫，有何差位啊？不错，我命你将三军统领，你快些尽力解围啊！系咯，你本是汉室之臣，好应该，你亦为汉室之贵啊！我长时都教你舍身为国，你唔应将我嘅教训忘为。系啦。生生死死全不打计，流芳千古把名振奋雄心，我把声之尽世啊！王周启，我王周启啊！将军沙场都兵命分，推敌已无人。万岁你速为计，速为计啊！等阵，真啊！哎呀呀！叹一句国运啊，谁危啊？主上，已到水尽山穷，一定要变刀头之鬼。刀头之鬼啊！我去，我尚有铜拳铁臂，宁不可以解啊！冲为，越啊连不见咧。
王御驾亲征，生死不计呀，打呀打。佢虽然英勇，又怕力与心咩怀疑，都要亲上阵前，击鼓将君王勉励。这一次的筹款呢，何非凡主席呢的而且确是居功至伟的。他在9月1号的风灾之后，短短的十几天呢，已经是联络到各方面的支持，由八和呢是发起做出这个二唱筹款。当时呢很多人说
八和子弟同外间咧系好脱节，同呢个社会咧亦都系有一个隔膜。咁由八和主席嘅何非凡先生咧系亲自出马，咁咧系笼络到各界人士，咁踊跃捐书，咁踊跃去支持呢一件善举咧。的而且確咧，係表示咗我哋八和子弟嘅一股團結力量，亦都係表示出我哋八和絕對同外界咧係冇脱節到嘅。所以佢做嗰幾屆主席咧，可以講得係八和嘅一個重振聲威嘅一個日子嚟嘅，亦都係好值得我哋懷念嘅一段日子。好啦，請大家繼續欣賞《風雨一平機》啊！断绝了旧时关系，你都竟然忍心将我遗弃噶啦？唔通我唱只歌都会得罪人，得咁滑稽咩？我忍辱六年。
而呼救，时事而归呀。我问一句，你个平基，今日呢段嘅惨情，试问谁作孽呀？你虽然是被风流郡主来害死你，但是间接害你的就是你的忍心妈妈，这个不良的平姬。我无论要替你复仇，我要杀平姬。这个情场毒妇，我要平姬的血迁。